这么可爱的格鲁特你见过吗？一会给自己泡杯奶茶，一会在雪地里打滚。自从格鲁特在第一季中将飞船炸了一个大洞以后，就整天坐在沙发上沉迷在他最喜欢的电子格斗游戏中。可没多久，游戏机电量就不足了，于是他连忙从已经坐了很久的沙发上爬了起来，开始翻箱倒柜的寻找电池。结果这时一个东西粘在了他的脸上，用手一摸，愣是吓了一跳。格鲁特试图将这玩意给拔下来，但好像没什么反应。这时他意外发现自己好像有了嗅觉，这对于从来还没有嗅觉的格鲁特又打开了新世界，将仓库里的各种东西一个个闻个遍，好像还很好玩的样子，必是一件好事。这时他发现自己身上的味道好难闻，连忙朝着身上喷了些空气清新剂，才算心满意足。接着格鲁特又来到厨房，品味一下各种美食的味道，好像还很享受的样子。结果一个不注意将酒杯扔到一边，意外发现了飞船上有两块电池，直接拔了下来装在了游戏机上。可当他再次回到自己的树窝，敏锐的嗅觉让他意识到原来自己一直在这么臭的环境中打游戏，连自己都忍无可忍。这时他看到旁边有一把扫帚，这个扫帚还是前不久格鲁特从一只鸟中拔下来的羽毛制作的。就在你以为他要大扫除时，结果他只是用扫帚的把柄将贴在脸上的鼻子给翘下来，喂他吃。小鸟感觉侧发现这东西还挺好玩的，还向他做起了自我介绍。但小鸟似乎并没有听懂他在说，小鸟还一直叽叽喳喳地问格鲁特要吃的，他着急地在树林里为小鸟找吃的，但这家伙现在好像只想要吃彩虹豆，这把格鲁特整得都不耐烦了，最后累得直接瘫趴在了树下。可小鸟还是不停地，他转身就跑，而这群小鸟却在后面穷追不舍，没一会就超过了格鲁特。原来小鸟的目标并不是他，而是小鸟们听到了鸟妈妈的呼唤，一起回到了鸟妈妈的怀抱里。格鲁特看着刚才和自己一起玩耍的小鸟离自己而去，失落地流下了眼泪。这时刚才那只小鸟从嘴里吐出了一颗糖豆送给了格鲁特，结果还没等他高兴，脚上又踩到了一坨粑粑。这天银护飞船又带着格鲁特飞到了一个冰雪覆盖的星球，很会享受的他还特别为自己泡了一杯奶茶，用勺子搅一搅，还不忘再添加几颗糖果。而就在他准备喝下去时，却被烫得一觉少了点什么。这个机器雪人突然动了起来，眼睛冒出红光，竟然将格鲁特给锁定住了进行攻击，吓得格鲁特躲在一个小雪堆后面，结果将格鲁特头顶小树苗都烧掉了，气得他朝着机器雪人扔出雪球，但这好像没什么作用，反倒给了机器雪人灵感，开始利用雪堆壮大自己。这时雪人又将目标锁定了旁边的银护战舰，格鲁特炸成一团美丽的礼花。完事以后的格鲁特高兴地返回了飞船，继续喝完那杯还没喝掉的奶茶。这时格鲁特正在飞船上独自喂食，却发现自己身上一个金币都没有，他连忙找到自己的猪猪钱罐，却不料金币从钱罐里出一个疑似金币的东西，结果一咬却发现这只是一个过期的薯片。随后他又发现了旁边的娃娃机里好像有个金币，但他的操作并不是从中抓出来，直接冲撞玻璃钻了进去，然后找到了里面那块金币。可仔细一看，这竟然也只是一块有着金币外貌的巧克力，这可把咱可爱的格鲁特气坏了。而就这么一跺脚，竟意外将里面的金币都撞了出来。格鲁特连忙拿着金币去购买冰淇淋，却发现冰淇淋飞船已经离他远去。于是格鲁特心生一计，直接从仓库里找到一架小飞船，然后独自驾驶他追了上去。而就在他正愉快地享受着这美滋滋的冰淇淋时，一堆宇宙警察却将他围了上来。原来格鲁特刚才直接将人家的冰淇淋飞船给撞毁了。殊不知格鲁特还有另一个身份，多重宇宙的观察者曾预言，雷德尔星的一座神殿中供奉着一颗最后的种子，这颗种子将会被一个超级英雄取走，最后这个人将会带领全宇宙进入一个新的时代，而这个人就是银护队里的格鲁特。如预言所说，这天格鲁特果真跟随银护飞船来到了这颗星球，他好奇地朝里面走去，虽然里面布满了机关，但这对于矮小的格鲁特来说根本就不起作用，甚至还愉快地在里面玩了起来，每一个机关都这么恰如其分地被格鲁特躲。就在他顺利来到神殿下方的台阶时，前方的雕像涌现出巨大的岩浆，注入到了放有种子的池子中。但格鲁特好像对这一切并不在意，转头去追自己掉落的小玩意去了，并无意来到一处壁画前。就在你以为格鲁特看懂了这个壁画的预言时，他却在墙上写下了格鲁特到此一游几个大字，然后又在旁边释放了一下水分。这把观察者看得都无语了，格鲁特也只是朝着第五维度的观察者比划了一下，观察者也是很诧异，他竟然能够看到自己。而此时那颗种子眼看就要被岩浆融化，格鲁特却在一旁睡起了大觉。好在这时一道光线从格鲁特身前扫过，他也终于苏醒了过来，池子中心的种子也终于引起了格鲁特的注意。随后他一步一步跳过岩浆，来到了那颗种子面前，只见他从上面拿走了自己的小玩意。原来小格鲁特并不是对种子产生了兴趣，而随着种子被岩浆融化，整个神殿也瞬间坍塌。难道预言是假的吗？没多久格鲁特就从废墟中爬了出来，这时观察者意识到，所谓的预言中能够改变宇宙的能量，其实就是格鲁特本身。最后格鲁特还不忘与观察者挥手告别。关注时说影漫，更多精彩持续更新。